邀请咱后壁这位总经理，曾经参加我们的台湾民视的哈，台湾浪公案我们的一位水姑娘，来，现在年纪唱歌不了改后天了哈，来安排我们的嘉一，爱莹啊，跳恰恰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掌声鼓励。小公主张嘉一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不用补习就对了，妹妹要补习啊，所以你可以过来这边哦。哇，这里跟咱的本团团主隆重要介绍哦，咱的未来，我们未来的歌星就以后了哦，礼拜唱得很好听。好，上台鞠躬，感谢大家再对热烈的掌声鼓励。